又大又圆，皎洁明亮，难得一见的超级月亮今晚登场。比平常的大小，好像就是50元的硬币跟10块的硬币的。 27号晚上11点22分是今年以来月亮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，大小比起一般满月大7%，亮度也增加15%。月球绕着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，在满月的时候。 它距离地球比较近，月亮就会比平常的比较大，一年大概就会有2到4次左右。若是今晚不小心错过，也别灰心，下个月26号还有机会看见更大更圆的月亮。下个月比今天的超级满月的距离还要再近，除了超级满月之外，它还是。 今年呢，那个台湾可见的月全食，天文奇景下个月同步登场，月全食将从当天傍晚6点31分开始，到8点52分结束。台北天文馆将用线上直播镜头带大家一起观赏。大爱新闻，钟子云、邓英中台北报道。